的阳光洒在一整片海面上，把车窗打开，让风一面吹过来，把音乐放大，你我大声呼喊，不管好的坏的我们一起分担，就算天塌下来都要保持乐观。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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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Good day is today。Hugo， 哇、啦啦啦啦啦啦，每一天都充满着期待。啦啦啦啦啦啦，生活像冲浪一样精彩。大雨后彩虹就要出来，希望一直都在。台中大雅过去的营区重地，特殊地形形成了生存游戏的最佳场地。横跨三乡镇的自行车步道，为大台中的休闲活动更添加丰富色彩。成安教会特殊建筑成了观光景点，还有一群儿女因孝心帮妈妈开的小吃店，却成了丰原地区超人气客家餐厅。大雅乡是国内小麦最主要的产地，而三月则是小麦的成熟期。由于台湾九成以上的麦田分布在大雅乡，因而有台湾小麦之乡的美誉哦。哇，我们爱旅行，玩出好心情，耶、yeah! yeah! ！哇，你们看，黄澄澄的一大片呢，是的，什么东西啊？哇，这全部都是小麦，没想到你没有知识也没见识，连这里都看不出来啊！这一片的麦田呢，可以说是台湾在这个少有的地方了、啊。好浪漫、哦，对啊，你看这么大一片，看起来像在拍 MV 的感觉。没错，以前我的 MV 就曾经有拍过麦田，但都是做动画，在绿 key 板后面。对耶。那我们今天是真实来到了台中大雅。这个地方可以说是台湾这个小麦这个主要产地之一啊，只有这边有而已啊。哎，有其他地方有的大家都很少，这边是最主要的产地。所以今天我们来到这里呢，要为大家介绍一些眷村的文化。我从小就是在眷村长大的，你是在眷村长大吗？我一半一半啦。一半一半，好，你爸也是军人啊？对啊，但是住眷村的时间比较少，少一点点。但我可以说住眷村的时间比较多。那我们今天来到这边要介绍一下眷村的美食啦，眷村好玩的地方。哇，你看这一片浪漫吧？等一下要去哪里嘞？哇，厉害了！等一下去这个地方呢，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难达成的一个任务。小米，这是任务，这是生存游戏里面的解救人质。生存游戏，没错，那是要去打仗的意思吗？没错，我们现在要赶快去解救人质，人质在等着我们了、啊。走了，快点走。哇，你们看，这群人神情严肃地听着分析战况。这个叫做和平营区的地方，是已荒废多年的军事营区，面积虽然不算大，却是这群生存游戏玩家的最佳场地哦。我们现在玩的就是生存游戏。生存游戏，我知道，在游戏里面求生存。很好，有进步。我们要在这个游戏当中取得生存，所以你必须要非常非常战战兢兢。没错，那我们今天的任务是什么？解救人质。我们有人质已经被挟持了，所以我们必须要去解救人质。那该不会等一下你被那个吧，会不会被抓走？你会，你担心你自己就好，不要担心我了。好，我在十年前也至少玩过这个生存游戏，好，虽然已经很久没有玩，但是现在看到这个气枪，给大家看一下了。我觉得这把枪呢，也算是冲锋枪的一种。真的吗？看一下。哦。那我们需要有实体在这跑一下，来。这位收音的先生，主持人好可怕，这个不小心被打到还是会呕车，对，会呕车，所以说他的装备一定要非常的齐全，没错，才能保护安全。我们都要保护好，像手套啊、脖子啊。等一下，我们还要带一个护脸的，把整个全部会打到的全部都保护好。在正式开始的时候都要护的多一点，但为了给镜头拍到多一点，所以我们只好英勇牺牲了。对。可能之后会多几个青春痘的蛋疤，蛋疤，以前被散弹枪打到的都像是那个青春痘的蛋疤，哇，好，所以马上游戏就要开始了。在开始前，我们会进行一些主要战力分析跟这个秒砍图的一个解释这个战地的地形。好，所以我们现在要跟队伍之间去集合了，讲得非常专业的感觉，但事实上是什么我也搞不清楚。我在那边那个。
战斗位置。来，讲解一下大概的位置。我们今天要执行抢救人质的任务，必须是分工的团队合作。据说还有空屋进站的情况哦，哇哟，好紧张哦！等会呢就要进攻碉堡了 ，baby 啊，你可要当心哦，不要有任何闪失哦。OK， 那就这样，好不好 ？OK， 那我们准备出发了，现在换我们出发了。好，我们要出发。你们有搜索部队，帮掩护我们。你的弹线这边，这里，对。因为听到有人呢。哎呀，那有人。那你们有掩护的地方？没有。没。哇。没有，更快躲起来。好像发现到敌人了。你看，这每一步。我看到一个披着拖把的敌人。披着拖把，但是他掩护。哎呦，我看到他了。哎呦，他在射我们。第二小队，准备往前推进。然后你们先去给他们打，我们在后面捡便宜的。我们这就不是团队精神。我怎么是阿贝啊？哇哇哇！此起彼落的枪声让我心跳加速。尽管都是 BB 弹的游戏枪，但是在这个充满丛林野战的环境与制造出紧张肃杀的氛围，让我感受到战争真实的残酷。不管是不是游戏，都让我不敢掉以轻心。快快快，我们要挺进到营区了。你现在暴露我们的行踪位置，让我们被人家攻击。没有，我先去挡他。关掉。哎，阿威，阿妈妈哦。哎，啊，我现在玩生存游戏。我在玩生存游戏啦。干嘛？不要再打给我啦！我快死了啦！我们现在已经被攻击了，赶快，赶快。那个第二防队，赶快去进攻，前面做掩护。B B 不见了，来再支援一个，到我们这边来，第二方向，第二方向。B B 可能被挟持了，人不见了。好，那现在怎么办？我们还是先解救人质。好，然后我们再看看是不是 B B 也是在被当作人质。是，好，那我们是往前面先走，我们还是先从大门进攻。好 ，OK。我的 B B， 千交代万交代，要他小心跟紧一点，结果还是被敌方给挟持了。不过没关系，看我英雄救美的时刻来了 ，BB， 我来救你了。真正是紧张紧张，刺激刺激！我们一步一步挺进到人质被挟持的基地了，离敌方越近，相对危险性也提高，可千万要当心了，不要人质没解救成功，我们自己先阵亡喽。今天我们算解救人质成功，成功的攻坚了这个地方。哇，好热，我的妈呀！我刚刚在后面被人家抓到，是不是？对啊。哇塞，所以直接这样，带走了。被带走了。这太戏剧性了吧？会不会？
耶、yeah, ！解救人质任务成功，终于成功攻坚，我们也救出了人质了，好不好？这就是我们这队的，来介绍一下，这是敌队的朋友们。哇，看有很多女性啊。这游戏现在呢，因为其实它也非常安全，大家玩起来也很刺激，所以有很多女生一起来参加，尤其是男女朋友、夫妻之间的。哇，来，大家往前站一点，不要不好意思。这里面讲的最像抢匪的就这位。来，把这带走。看到没有？哇，厉害！你看，这一看就知道是匪徒。歹徒。哇，很好玩，很刺激。那我相信呢，在这边这个废弃林区，没想到有这样的一个作用。让大家可以来这边玩这样的一个游戏，好不好？这边都是生存游戏的老手，有机会大家一起来玩一玩，体验一下这个刺激的感觉，好不好？谢谢你们，谢谢，耶 ，Yes。打完之后发现这是很累，我刚衣服里面全部都湿掉了。这是一个运动哎。对啊。让自己流汗啊。通常你们一次这样玩可以打几次啊？一天来讲，至少7到8场跑不掉。7到8场，哇塞！那一场大概要打多少分钟？一般正常来讲是20分钟。20分钟哈，因为时间拖长会比较没有那个效果，没有那个运动，没有刺激性的。来参加有男有女了，大家当做一个健身了，又很刺激的健身运动。怎么会想要在这边？对啊，这场地很适合打野战。因为这个场地原本是海军陆战队他们的营区，那现在拨交给戴尔乡公所代管他。2年后有可能会建为大雅高中，那在这个阶段之内呢，大雅乡公所就是开放给我们去做使用。哇，对，那也稍微护一下这场地的一些，可以维护一下啊。去年的11月23号办了一个全国的大会师，大概是将近400个人，所以这个前400个人啊，400个人在这里打，对，哇，前置作业整理了2个月，哇，对，400个人一起打，那会不会很恐怖？一队大概多少人？恐怖啊，100。多人分成3个小组啦，总共一组是120个人，然后 A 组防守 ，B 组进攻，轮流打，这样子3趟这样子。哇，那这样冲过来100-200人，哇，那好可怕哦，真可怕，感觉很像那种电影画面的砰砰砰。哇，那就军队啦，这就等于军队的进攻。哇，那在打过程中有没有什么突发状况啊？还是？状况最多的应该是裁判中弹不少了。听说你是裁判是不是？对，当裁判也是一种牺牲奉献。对，不仅玩不到，他还要被打，而且听说你已经穿了很亮的衣服，还是被打。因为在场上，因为人员比较多，那通常有时候火线会重叠。对，那这个运动来讲，我们都讲究安全性，所以护具都有，所以就算被打到，也不会说有想象中的伤害。是，所以这是一个全民的运动。是是是，我以前玩的时候哇，那个后坐力很强的时候，更有那种感觉。那我怎么感觉好像被俘虏，有一种情感？因为你被俘虏，被俘虏了，而且。这个玩这个还有一些团队啦什么，常常建立起来还会有这种革命情感，所以不错，很好的游戏，可以再让大家在这个正常平凡的工作当中有一些特殊的休闲活动，充满刺激的感觉。是，谢谢你，谢谢你，谢谢。生存游戏初体验，让我们感受到丛林野战的真实与乐趣哦。哇，来到了眷村呢，一定要吃一下眷村老妈妈他们做的菜。Yes， 这很重要哎。哇塞，对呀、啊，这里常常听到飞机声咻咻咻、啊。因为这是在空军基地的旁边，所以呢，这边有很多空军的眷属。那我们在这边要来吃一些老妈妈做菜，可以让我们回忆一下小时候吃的一些饭。你知道我住在那个眷村里面，很多妈妈们，我的奶妈呀，我妈他们做的菜都很好吃。哇塞，听说这个餐厅的那个。煮菜的妈妈叫姓孟，哎，跟你妈妈是一样，跟我妈妈一样，都是孟家的。哎呦，对哦，去看看有没有血缘关系，搞不好找到我们失落已久的亲戚。走，在清泉岗空军基地的旁边是大雅乡的忠义村与六堡村，也是相当著名且具有历史意义的老眷村哦。走在村子的巷弄街道中，虽然大多都已经改建，但仍然看得到走了一家子的岁月痕迹。眷村中最常见的就是这仅容机车通过的狭窄巷道，坐在门口闲聊的老伯伯们，被太阳晒得更显红润的红砖墙，高高挂的国旗等等，每条巷子都可以四通八达，畅通无阻，这都勾起我儿时的回忆呢。所以来眷村呢，当然要来品尝一下道地的眷村美食咯。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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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
菜做的非常的棒，对啊，我特地是慕名而来的，对啊，对对对，我的菜做的很好啊，哦，真的啊，做的还好。妈妈，你知道他妈妈也是姓孟啊，对啊，宝宝应该有是血缘关系啊，一家子嘞，一家子。我妈妈叫孟静蓉，哟。对了，我女儿叫孟庆华。哦，孟庆，哎，都是孟庆什么的，对。我儿子叫孟庆昌。哦，太好了，好了，下次取一个叫孟庆祝啊，庆祝一下，好不好？下面啊，下面说的叫孟凡什么东西？哦，孟凡、孟祥、孟凡，他的女儿都是从山东来的。我小媳妇的女儿啊，叫孟凡庆，哦，孟凡英。是，哎，你取名字很容易，前面两个字都已经取好了，只要再取下面一个就可以。哇，就是说您做菜的地方都被你给占凹了，是不是真的有这一回事？在哪？没有啊，马蹄在哪边？在这边。哦，这边啊。这边，这边，前面炒菜的这里，这样的，这边。哇，这个真的呢，今天都这样的哈。它这边就是这个锅嘛，它这个锅要这样拿的啊。我没有把。这个锅不用拔的，没有拔这个锅就这样。哇，孟妈，你今年几岁了？我八十，八十几了。这个锅还重呢，你过来拿一下看看，很重的。这个两百零八斤，这个锅还重呢。哎呦，是不是还没有放菜呢？还放菜，对不对？很重。因为妈妈我是有练过的了，你知道，哇，没有什么。你看我妈妈，哇，你在这站了多久了？这站了多少年了？我这个房子盖了刚好二十五年，二十五年，我在这站二十五年。二十五年，你看，以前的那个旧房子啊，那个地是泥巴的，哦，那个没关系，是的，站一窝了，得扶一下，是太好了，不好扶了。你看到没？炒菜炒到这样子。以为是那个功夫大厨啊，好不好？食神就在这里哦，各位，我们好好到外面预备一下，准备吃一下郭妈妈做好吃的菜，好不好？郭妈妈，我们要做丰盛的菜给我们吃哦，谢谢，没有问题。这位高龄八十的山东孟妈妈高桂枝，积存一甲子的料理好功夫啊，其中拿手的川菜可是被封为清泉岗的基底菜哦。开店五十年来，让来过的饕客们都一致的竖起大拇指说赞。听说啊，还有道超级私房点心，除非事先预定，否则可是吃不到的哦。像我们讲的叫芥末，原来芥末不是日本人在吃的，不是芥末是我们山东人吃的，中国式的沙拉，中国式的沙拉，什么问题？那这到底是豆沙还是枣泥？豆沙，是豆沙，因为那个味道太香。泥中有枣，泥中有枣，中有豆，到底是豆沙还是枣泥？还是枣泥还是豆沙？满汉全席，真的好像过年一样哇！怪不得听说孟妈妈的菜啊，在这边招来了这个非常多的旅客来观光了，没错，慕名而来，太棒了！看到这些菜，非常的那个都很爽口哎，非常的感觉很亲切了，所以非常的感觉很亲切。对，那到底是过年的时候啊，是很多菜都感觉是妈妈啊，就是姥姥啊，怎么会做的菜？妈妈，这道菜到底叫什么名字？这个叫凉拌菜心，哦，凉拌菜。菜心哦，好，很好吃，吃一下。里面有一点瓦沙米，瓦沙米，瓦沙米，哎呦，瓦沙米的味道在这里面。哇，哦，很好吃，真的好，真的有瓦沙米的呛味，对，呛味，哇，跟你妈妈做的果然不一样，不太一样。那我跟我妈现在讲，你叫她放点瓦沙米，会更好，对不对？会更好吃。除了酸酸的之外，还有点呛呛的，还有呛呛的，甜甜的。太好了。哇，在炎炎夏季吃上这道招牌凉拌菜心，清爽中带点瓦萨比呛，哇，立刻消除酷暑的炎热。这一个也是白方菜，这也是我们山东北方菜，白方山东，北方菜，白方河南山东哈，河南山东，还有这个哈，北平都吃这个。我爸爸是河南的，对，这个哈，这里边有这个海蜇皮，海蜇皮，哎。有黄瓜丝，黄瓜丝，是，对，有羊肉，有肉丝，有肉丝，哇，有红萝卜丝，哇，是吃，
这个吃饭之前，我们是不是都要先吃一点这些凉菜？对，还好哎。凉菜就比较下饭。对，下饭口味会开了。对，是不是？你比如这里头有瓦萨米，有没有？嗯，也加了一点瓦萨米。你普通我们到外面去吃饭，有没有哈？他们那个吃牛排都是吃那个沙拉，因为凉菜先开胃。我们这个哈，餐厅就先吃这个中国式的沙拉。中国式的沙拉，这个是这个。哇，好吃的好吃啊！眼泪要流出来了。这个有点瓦萨米，过瘾了。通常我们吃都没有加瓦萨米，但加了瓦萨米味道更好。更好，对的更好。你怎么想要加瓦萨米呢？对啊，因为我们拜访人哈。这个冬天吃水饺了哈，就是素饺子，素饺子都要蘸这个，以前我们讲的叫芥末，芥末，对，现在都是瓦萨米嘛，就蘸这个才好吃。哦，以前哇，原来芥末不是日本人在吃的，不是，芥末是我们山东人吃的，山东人就在吃这个芥末，对，哦，哎呦，原来是这样，我今天终于懂了。哇，果然是眷村料理高手，好吃的没话说，在这儿吃得到汇聚大江南北的家乡小菜哦。这叫黄瓜拉皮啊，黄瓜下面脆脆的，好 Q 哦，这个有芝麻酱，太好吃了。重点是你这个拉皮，很好吃 ，QQ 的，拉的真厉害，吃完之后就像摸妈妈一样皮肤，好好。没错，黄瓜拉皮呢，可是东北夏季的小夏凉菜。清甜的黄瓜配上拉皮的滑润，多层次的口感，一吃就上瘾了。这个山东呢，最重要就是它的水饺了。水饺，对的，水饺做的好不好就定夺了。看馅子，我就哇，这水饺没关系，奶奶，这个皮呀，全部手工的啊，手工。我老婆刚才在这个看了半天，早就想吃了，真期待这一口，对，好不好？这个水饺皮都是我们自己和面，对，擀皮。刚刚看到了，我姥姥以前呢也常常就是自己擀皮，然后做水饺给我们。真的水饺很厚，用手，用菜用手做的，用手做的哈，不是用的机器擀的。双刀啊，不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啊！对，我们这个里面哈，里面那个馅呢，高丽菜不会很肥，然后会吃起来爽口。对，我们用那个肉啊，都是前腿肉，上等肉。哇，前腿肉比较软，后腿肉比较硬。有没有那个皮又 Q？ 好吃啊！对，哎呦，这是用手工做的，比较好吃。果然，手工水饺跟机器做的水饺真是不一样。它有一种手工水饺，它包的时间是手包的，它那个皮是机器压的，对，那就不好吃。所以你要从头到尾通通要手工的，对，完全和面呐，软皮啊。您看这双手，这双手做弯了，做出来做了，你看，做个翘起。各位啊，这都是辛苦的结晶啊，真的。这眷村基地菜啊，可说是孟妈妈一生的精华。虽然已高龄八十，仍旧坚持长出一贯的品质保证，也让饕客们能够得以品尝最道地的眷村菜。瞧，在一旁老顾客的神情，这一道，那一道菜夹烧肉，然后介绍一下，那个夹烧肉是四川菜，四川菜，四川菜，这是甜的，甜的，是甜品啊，对，这个这上面不是猪肉吗？猪肉是五花肉，猪肉做甜品很难的，五花肉哈，煮熟了哈，那切薄薄的，一片切了就得一片连的，把它掀开，掀开然后豆沙放在那边包起来，这里面包豆沙，包起来，然后再摆在盘子里边哈，是，上面放糯米。糯米下面是甜糯米，像八宝糕、八宝饭一样，八宝饭一样。但是那个糯米是甜的，甜的，很好吃。你吃一块看，真的假的？试试看，很好吃，真的很好吃。很好吃，真的很好吃。哇，我过年别的味道，我们过年就做这种菜哈，他们买年菜，年菜都带回去，没有栽培的。哇，豆沙夹肉，倍儿棒的嘞！那这到底是豆沙还是枣泥？豆沙，这豆沙红豆，吃起来又像枣泥，枣泥之中又带了豆沙，因为那个味道太香了。泥中有枣，泥中有枣，枣中有豆，到底是豆沙还是枣泥？还是枣泥还是豆沙？是豆。他们有的时间吃，妈妈妈，你这个豆沙是不是又有枣泥？不是，没有，完全是豆沙，是纯豆沙，纯豆沙。这个肉啊，配的这个糯米啊，融合在一起啊。这个肉香跟那个甜味很香，很饱满，对不对？很好吃啊，很香，还有那个豆沙香。过年叫一个过去，哎呦，这个菜人拿了买的，没得买这个。在这家餐厅的心脏厨房，一定看得见孟妈妈的身影。仔细备料，调味到下锅，一道道浓浓家乡味道的料理，视觉上呈现出五花八门的色彩，尝起来缤纷洋溢的口感。无怪乎到大亚乡，人人一致遥指孟妈妈的餐厅。
走一趟一定让你尝到大江南北的美味菜肴。眷村菜的国宝木妈妈，一煮就是50载，岁月会变迁，不变的是妈妈的味道。哇，天气非常好啊！是，没错，而且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呢，一看就知道是脚踏车步道。像台湾非常流行骑脚踏车，没错，自行车非常的流行。而且呢，步道其实在每个县市呢，其实都会有，会有一些做好的步道。而且在我们节目中也介绍好几个地方，那这个地方也正在规划当中，而且它这个道路我这样看，哇，你看它的地。哎，这做的非常的好，这个像 PU 但又有柏油的路。其实这也是台中线，是台中线对不对？是，规划最好的一条自行车道了。是，叫什么呢？叫做，哎，我不知道哎。我不会告诉你。今天我们又找到一个导览员，虽然你不知道，但是他就非常清楚了。真的、哦。因为这一路有很多的风景可以欣赏，也可以让他带我们走，也不会迷路。对，真的，好不好？我们来找他，他也帮我们准备好脚踏车了。好好好，走走走。叫什么？我们这个铁马道叫做潭雅神自行车道。哦，潭雅神，因为它横跨潭子、大雅、神冈。哦，三个地方，对对对，所以叫潭雅神自行步道。所以这整个步道有几公里？全长3万多公里。大概几公里？之前是12点多，是，现在有延伸到中科的话，大雅中科的话大概14公里，14公里左右。哎，刚好，我们今天好好把它全程骑完，让我们能够运动一下，运动量也够了。你可以吗 ？OK 吗？平常都有在骑吧？既然做导览员，而且他骑也就算了，他要边说边骑。对啊，好不好？一路上帮我们见解一下，来来来，出发，麻烦你了，出发，好吗 ？OK， 出发，走。台中县可是发扬自行车王国的美誉，辟建了中部地区规模最大、景观最美的自行车专用道。而这条绿色走廊潭雅神绿园道，则是首创利用废弃军用运输铁道经过重新打造，如今啊幻化成一条横跨台中县潭子、大雅、神冈三乡镇的林荫单车道哦。这飞机是真的还假的？它是真的，真的飞机。因为我们这条自行车道它是旧的军用的铁道，后来才改建成自行车道。所以这个铁道就是旧的军用铁道，是之前让人载东西的，是，对 对, 對，但它通往那个清泉岗的空军基地。哦，是，那所以这个就是应该是清泉岗空军等于废弃的飞机，对，然后把它放在这个地方，以前是有实际作用，它是真的在飞的啦。对对对，所以这个呢在1972年的时候是美国出产的，因为在那边都有写 F51 战斗机。对， F51 战斗机。哦，哇，好小台哦。没错，这可是潭雅神绿园道的特色哦，不但沿途会看见曾经捍卫国家的战斗机之外，还保有旧的军车站遗迹呢。笔直平坦的车道在上面奔驰，有种说不出的舒畅快感。对呀，而且一路上啊，还会不时遇到许多单车族的同好，虽然都不认识，总会有种陌生的熟悉感。而车道两旁还有季节性的花海点缀，好惬意哦。哇，这好特别哦。哇，这是什么桥？来看一下，这条是什么桥？这条是我们南雅神自行车道的横跨民生路的一条专用专属自行车道用的铁桥。哦，哇塞，专就特别做的这条。我第一次看到哎。哎呦，是哟是哟，好啊。那我们这条桥很长吗？大概500公尺。500公尺啊！哎呦，哎，我这还有上下坡，上下坡哎。这为这个脚踏车自行道真是专设一条路哎，没有跟其他的混合的。太棒了！好，走，出发。走。那我们中间还要骑到这个吗？需要这样吗？嗯，这可是全台唯一拥有4条景观自行车的专用天桥哦。特殊的天桥设计啊，不但视野辽阔，骑到高点更有凉爽的快意之感哦。哇，这里是，这里是我们中继站。中继站，那离到这个终点站还大概有多远？大概在1-2公里就到了。啊，那也没多远了嘛。多远了嘛？那等于说这边我们可以来这边喝个饮料休息一下就是了。嗯，没错，我渴了。好吧，走，下车休息一下。
因着自行车车道应运而生的露天咖啡厅，就是在铁马道两旁，成为单车族运动疲累之后的休息中继站。来休息一下，喝杯咖啡，聊聊故事喽。哎，我很好奇，哎，你为什么对这个铁道这么啊，不是啊，铁马道这么熟？因为我是我们神冈教会的导览解说员。你是神冈教会？对，你在教会里面。对对，我们教会就在这附近，也是自行车道的景点。嗯，真的。真的吗？景点之一哦。你们教会已经变景点之一了，那我们当然去看一下，因为我们常常会介绍一些蛮漂亮的教会。好。然后你就在这个教会里面啊？对对对。那你为什么会在这个教会？常常在这里骑自行车，嗯，那骑久了看到那边有教会，你才知道神冈也有教会，嗯，那我就进去做、嗯、做什么？去看看，去看看。结果刚好牧师在那里种菜，哦，真的、啊。然后我就说，我可不可以来这边啊聚会一下？这么巧，你就受洗，然后就在那里聚会了。本来是在家里看圣经而已，后来就是这个机缘，我才去教会。你这么棒啊！这太神奇了，自己到教会里面，然后自己又在家里看圣经，送上门这样。什么这么好的慕道友啊？自己送上门，真的自己送上门的。这种人哈、哦，传福音比较困难，因为你知道，因为他没有被传的过程。我知道是。那种谁叫你看圣经的呢？哎，这个就很奇妙。嗯，这个以前我怎么看怎么不懂，然后来突然有一段时间。我一下就把它看了，然后就一直看一直看，真的，对，然后大概是人家说圣灵感动嘛，真的有圣灵感动，哎呦哇，真的会这样子啊。然后看完之后我就很想去教会，然后刚好骑经过的时候有这个机缘就进去教会。哇，太好，好妙、哦，太神奇了。我跟你讲，这一定有人替你祷告，或者是你的朋友，是不是会这样？对啊。哦，因为。你知道我们应该常常为这些这个慕道友祷告啊，然后真的像这种事情这样发生，哇，毫不费力的他就自己来到教会了，然后还在教会里面现在当什么教会的这个导览员啊。对对，我还以为你是这个社区的嘞，原来是教会里面的人。那教会导览员有好几个咯？有我们有好几个青少年都在做哦、oh, ，好好，一起会训练。那我想，太好了，这个一定要去教会看一看啊，好不好？找个牧师去拜访拜访一下。哇，没想到教会成为铁马道的景点，真是意外收获哎！潭雅神绿园道有战斗机，有花海，还有独特专属天桥，打开我们对自行车道的崭新视野呢。这个猪脚，我们它的名字叫香 Q 猪脚。香 Q 猪脚不算是客家菜吧？也是啊，小的时候我们就一定会吃到这一道菜。哎呦，我跟你讲，只要反正客家人做菜，它就叫客家菜，因为我妈妈也做猪脚。好，我们来尝尝看，你的猪脚到底有什么不同？味道不一样吧？会比较猪还是比较脚？这间坐落在潭雅神绿园道的神冈长老教会，光是从外观看过去，会让人以为这只是一栋造型特殊的建筑物，很难跟教会做联想。这栋建筑是教会长老所设计的。哎 ，baby， 你看是不是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啊？真的哎，啊，我想到了，跟云科大的环保屋非常相似呢。听小赖说，虽然教会人数不多，但是彼此互助关怀，情感紧密融洽呢。哇，果然呢、啊，果然是这个观光景点。对啊，看起来好像独栋别墅哦。对啊，而且好多脚踏车已经有人在那边参观了。对对对。哇，就除了这个教堂之外，这旁边还有很多的花花草草。哇，就有人在种花了，你看。那是谁？那个是我们牧师，这个时间他就在那边种。哎呦，你上次来他就在那边种花，是不是？真假的？之前你看看，哇，真的在种花。哇，好大片。Hello， 牧师 ，Hello。哇，牧师。哎、欸，牧师。哦，你好，你好，你好，平安平安，喜乐喜乐，平安平安。你们在自己种花哦？是，对对对对。哇塞，该不会这整片全部都你们弄的吧？啊，都是我们自己弄的，真的，真假的？对对。哇，那为什么想要在这边自己种这么多花草呢？嗯，因为
脚踏车的步道在这里，是对。我们想说在这里刚刚中心点，哎，中心点我们就说，一方面就是这个大自然，对，大自然这么一个大片，所以我们那个建筑物就弄一点比较啊。节能省碳的啦，是啊、可以省电哦，美化环境的，对对对，那阳光都有，我们大概很少在点那个电灯，很少，而且这边也不用什么电风扇、冷气的，因为窗户一打开都很凉，对对，对不对？那屋顶哈、哦嗯，屋顶那个有那个太阳能烟囱效应，烟囱效应，它热的时候可以往从屋顶那个散热、哦，可以自己散热，所以它也不会聚热，这样有点类似像环保屋哎，对 对, 对，其实有点这样，可以这样讲哈、哦，而且也可以吸引一些在那边骑脚踏车的人、啊、可以来到看到这个地方，对对对，像类似像这样小赖的，小赖是。我们刚好的时候哈、啊，刚建好，那我在这边种树，他来看，是吧？第一次来看了就走了，哦，第二次来说，你是牧师吗？嗯、我说对啊、嗯，我可以来参加教会吗？哎，可以，所以他自己来送上来的，主自己带送上来的，自己带来的。对，我们听小赖讲说，这里假日人都很多，然后还有可以就是义卖。那个手工肥皂还可以买到手工肥皂，对，是那师母做的，师母自己做手工肥皂，师母你自己做手工肥皂，对，我自己我出去募捐的时候都顺便带出去做手工肥皂，哦，对了，这样更好来做募捐了、啊，对不 对, 对？自己亲自做这手工肥皂，哇，太好了。哇，好好好，那我们待会要参观一下教会，也请牧师呢，看可不可以带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好好好好 好，那我们现在来跟牧师一起来种一下。对啊，牧师，我们要帮你种一下。来来，这个就是我最会。留留。为了吸引自行车道的单车族停留驻足教会，牧师夫妇与教会会友们齐心将后面的空地拾花植草，不但将环境绿化，更让来者可以享受田园的宁静休闲，从中撒下福音的种子哦。牧师，这个教会这样盖好大概多久的时间了？哎，两年多一点点。两年多一点的时间，所以当时怎么样？最后会选择在这块地来盖这个教会？啊、祷告很久，是看了很多，嗯，啊，大家都要涨价嘛，所以结果我们就放弃了。有一天我们在做礼拜，在唱最后的那个颂歌的时候，是有一个那个中介来站在外面，是。啊，我祝祷完了，他就没有等我们预备心，他就牧师啊，我带你去看土地这样。哇，哎，这么带我们这里，就来这边看了，在这里，这里他本来割成五 B， 五 B 这里一 B 人家买去了，哦，是啊，这个整个四 B， 四 B， 他说我们买这个200多坪就可以了，因为你们没钱嘛，这样。对，我说这整片这么大不买可惜呀，那要多少钱这样？嗯。就他说2万1，那我们就出17000，结果一瓶17000，对，17000啊，更便宜了，哇塞，我都想掏钱，不要说你要买，哇，太棒了，而且刚刚我们政府开放财团法人可以购买地哈，要2分半以上。哦，才可以登记为财产法人。是，那我们刚刚2分半多一点多一点点，哎，不多不少这样。是，你看，这真的是安排的非常好。对对。而且在经过这段时间，正好政府开发这个铁马道，铁马道也正好经过这边，让这个地方其实牧师对这个教会接下来你有什么样的一个规划？这个地方是要开放做那个活动中心的、啊，之后是不是？对对，之后。哦、所以像这个教会之后，这里变活动中心。所以这边现在是那教会要移到哪里呢？后面，就在后面，像我们种花的地方，种花的地方，那边要再盖那个。对对，是哦。那这里就做成福音咖啡厅那种、哦、那种。哎呀，这样子朋友可以来这边，喝咖啡。也可以在教会里面，而且基督徒也可以在这边做小组，对，或者聚完会可以来做分享，吃一些餐点。对对对，结束之后还可以去骑骑脚踏车，好棒！对对。哇，看牧师眼中散发着喜乐的亮光，但事实上，教会因着新会堂背负上百万的债务，除了会友的奉献，师母还自己做手工精油皂义卖。虽然是杯水车薪，但积少成多，他们坚信上帝必会赏赐够用的恩典。怎么样的？嗯，能够来到这个教会，让我觉得心理建造其实真的不容易。是的，对。而且，但是我相信神应许给他们一个这样的教会，有这片土地。嗯，
而且师母她很用心的做手工肥皂去募款，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心意，但我相信会有更大的祝福要走到这个教会。对，而且我觉得上帝一定喜悦的啦，而且在这个过程里面啊，我发现呢，就是一定要祷告。对啊，因为呢教会是神的殿，所以呢神会负责到底的。是的，没错，而且里面的基督徒一定要布道，所以刚跟小赖讲，他兴起这里的年轻人要传福音给这边很多来骑脚踏车运动人，让除了身体能够健康之外，他们心灵也要健康，好不好？让希望这个教会能成为一个布道传福音的教会。加油。在谭雅神绿园道旁有一个发光的景点，欢迎路过的铁马客进来坐坐哦。哇，今天一整天玩了好多东西哦。是啊，哎，这个感觉不错呢。天慢慢黑了。是，没错，我们刚刚跟牧师他们一起种花种草，回忆到儿时啊，真是有很多那种乡野的生活。对，有饿了。哎，我刚讲到回忆到儿时，对啊，没想到在我右前方竟然看到一儿时。怎么可能？怎么那么巧啊？真的，没有。跟我一种安排跟注定，要我们到这个一儿时来吃个饭，说要吃一儿时。对啊，你看一儿时，虽然儿是不一样的，但是搞不好这家菜就很好吃。好呗，我们来尝尝看。那就去尝尝看喽。好，坐。Hello， 哎，你好。哇，没想到一个回忆儿时竟让我们巧遇在丰原地区超人气的客家餐厅呢。这家餐厅开没有几年，但是却累积十足的好口碑，尤其是每日限量供应的鹅肉，听说肉质不但鲜美，特别有弹性，餐厅天天高朋满座，还有多道的客家料理，哇，色香味俱全，口水都快流出来了，赶快来品尝一下哦。是客家菜，对不对？对，是客家菜。对，你本身是客家人。客家人，对。客家人都很客气啊。客家人就勤俭持家。勤俭持家，那你本身有勤俭持家吗？有。那刚才那 LV 的包包是哪里买的？LV 借的。哇，借的。对啊。哎，大姐，这些菜都是你们做的？对啊，我们做的。你们是一家人吗？还是？对，我们是一家人。是有谁呢？我跟妹妹。哦，媳妇这样子，然后你是大姐，最大的姐姐，哎呦，太棒了！我很好奇，为什么这家店叫一儿时？对呀，一儿时是要让大家吃完之后记得鹅肉吗？也不是啊，那是什么？因为开这个店，我们的菜基本上就是大概像小时候妈妈做给我们吃的菜啊，因为农村嘛，大概都是这些菜啊，哇，就起个那种好像回想小时候的感觉。对，哎呀，你这种打中我们在外地人的心了。我们妈妈就在南部，每一次吃菜我们就想吃到妈妈的味道。没错，最怀念妈妈做的菜了，可以在外地吃到有妈妈味道的菜，心中好感动哦。据说这家餐厅是女儿们的孝心，让老妈妈退休后有个事业经营，从街角的小吃摊做到今天的规模，女儿们也承接母亲客家料理的手艺，每一道菜都要亲自下去控管品质呢。另外啊，还有多道改良的客家菜，忙碌的厨房，一张张不断加进的点菜单，没有停歇过的锅炉，能够成为丰原地区超人气的餐厅，真是一点也不为过啊。既然一儿时，中间那个字是鹅肉的鹅，我们就来吃看，是不是这里鹅肉真能让大家记忆这么深刻？对，好不好？好，你先夹一块。哎，这切的好薄哦。好薄哦，而且我刚刚就看啊，这鹅肉一定要薄。一定要薄，为什么？对，因为鹅肉太厚啊，吃起来就很硬。比较硬，对不对？那你薄了之后呢，就比较好入口。一口吃。怎么样？好吃，那肉质啊，鲜嫩，又有带甜。真的吗？真的。而且重点是我真的觉得切薄一点啊，吃起来呢比较好吃，不会噎到。真的啦，好味道，而且呢咸淡刚刚好。基本上的话，我们鹅肉大概都是当天最新鲜的，早上刚送到，我们直接煮的。哦，这样子。而且还一天煮两次，早上煮一次，下午再煮一次，所以这个大概就是4点刚出炉的。哦，怪不得，所以它肉质很新鲜。你吃的时候都是新鲜。那如果卖不够怎么办呢？就没了。卖不够的话就没有了。就没有了。很多客人来的时候没有吃到鹅肉，他们都觉得好像很遗憾，好像没来的感觉。对啊，对啊。哎呀，哇塞！
没吃过他们的鹅肉，你真的会遗憾。你看看这切的薄薄的鹅肉，亮泽的外皮，多层次富有弹性的肉质，吃起来不会咬不动，反而有种入口即化的美味呢。太棒了！客人都说来我们这边吃，还像在家里吃的感觉。对，我们在想，听说你们以前是原本是小小的一间店，现在越开越大。大家来的时候，干脆妈妈不用做菜，直接来到这里就吃到家里。对啊，而且我们的菜很便宜啊。嗯，来我们这边吃比你经济实惠，比你在市场买回家做还要便宜。这么便宜，真的太不可思议了。对吧？我对不起啊。激动了一点，不好意思。OK 吗？真的，太好了。那我们来吃吃看这些比较客家道地的小吃了。这个呢，就是姜丝大肠，不用讲。客家菜好像没有姜丝大肠，这就不叫客家菜。但你的客家菜炒，我这样看下去，你的炒法好像不太一样，因为比较黑。对，我们平常都是看白白的。对啊，你是因为加了酱油，还有呢？口感比较好。哎呦，酱油口感好，我吃吃看。我平常很少吃大肠。但是大肠应该是要有姜哦，因为要有姜丝。真的不一样哎，因为呢，你的姜丝大肠不会呛。通常呢，客家小炒的那个姜丝大肠，都会有那种很酸很酸的那个呛。我想吃还是会酸酸的，但不会呛。不会呛，你到适中刚刚好。蛮不错的。姜丝大肠客家哈，对，你自己平常有吃吗？有啊，我们都吃了好多年了。吃好多年，后来吃完有运动吗？属于比较吃苦力，吃我这样的菜也不怎么会胖，我也吃了好多年。哎呦，你看身材表现如此苗条，我发现你的长相很漂亮，很适合上镜头。你做得好。哦，你结婚了吗？紧张，结婚了啦，小孩子很大了。真的吗？多大？女儿。哇，女儿这么大了。女儿这么大了。哇。没想到菜好吃，老板娘漂亮，女儿也是青出于蓝呢。不过还是要称赞这道姜丝大肠，香 Q 有嚼劲，酸中带点呛，忍不住要给你拍拍手哦。这个猪脚，我们它的名字叫香 Q 猪脚。香 Q 猪脚不算是客家菜吧？也是啊，小的时候我们就一定会吃到这一道菜。哎呦，啊、我跟你讲，只要反正客家人做的菜，它就叫客家菜。因为我妈妈也有做猪脚啊。好，我们来尝尝看，你的猪脚到底有什么不同？味道不一样吧？会比较猪还是比较脚？好不好？试看看。试试看，很好吃，真的很好吃。哎呦，很 Q。哎，哇，真的哎。哎呦，怎么回事啊？这个口感不一样。它在里面乱跳乱跳的感觉。哎呦，而且不油。不会油哈，对。因为这个猪脚最怕太油。这算是我们店里的热门排行榜。热门排行榜。对啊，客人。你们店里自己还有热门排行榜？有啊，大概客人会常来吃的菜。那今天你帮我们点的是不是算是都是热门菜？这个对，也还好像这个的话，就是基本上它量不多。这个菜我看起来，这是什么东西啊？这个是我们好特别新鲜的鹅肉砍下来的头啊、脚啊、翅膀那些炸的。你看起来人家直接想叫几罐啤酒啊，对啊，高粱蛮喝了，然后再划拳吃。这两个啊，真的都很下酒菜。我一定要吃看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它等于说是炒再炸还是炒？喝啤酒很不错啦，要不然拿个啤酒过来配。真的不用。哇，真的哎，平配一下。好，划个拳好了。客人还说，小老不把身子凹弯了，对不对？其实我也不会滑，配个啤酒感觉一级棒，所以几乎每天都会被点光。真的？对啊。那我们太幸运了，哪那么多吃到这道菜？哪那么多额头额脚的？这要多少只的额头额脚？这个很多哦，大概一天我们大概只能炸一两盘而已，就没有货。对啊，就没有货。各位，你要成为这万中选一吗？那就要提早预定一下，要来吃的时候一定要先预定这个菜。我太感动了，既然我们这次来，你为我们留了这一盘，因为我们在5点钟就到了，当时还没有客人。那今天晚上的量应该都被我们吃完，对，好不好？这道超级下酒菜炸头饺子，香酥脆的口感真的是会让人越吃越顺口，一只接一只的停不下来呢。若是再配上啤酒，那还得了啊！还有啊，这道招牌客家猪脚用独门卤汁熬煮的，吃起来 QQ 润润的，好有嚼劲哦。这是什么？这是蛋嘛？加生蚝，腌一煎之后再煮一些酒这样子。哎呦，因为通常养生啊，热，有一点养生。人家是麻油的味道，对，你是麻油蛋。哎呦 ，baby， 因为通常九层塔炒蛋都是这样一盘的嘛，不会放在这种里面啊。我对蛋是特别有，是另外一种感觉了，另外一种口感。麻油鸡的味道，好吃哎！对，
别的。鱼丸哦，这样子也可以哦。对啊，鱼丸可以这样子的。只有客人喜欢吃的一道菜。我不会给你吃的。哎，我都学到了。你学到一张，很棒。学到一张哎。哇，真的好棒啊！怎么样？怎么了？怎么有这个麻油加了一点酒？哇，鱼会比较好吃的这个。嗯。好，这叫做什么菜啊？我们的名字叫九层塔蛋酒。哦，九层塔蛋酒。九层塔蛋酒，它很简单，可是吃起来也不错。我太感动，太有眼光了，饭内功，好不好？接下来这个就是客家小炒必备的了。哎，客家料理中怎么可以缺少这道超级主角客家小炒呢？此外还有传统的客家炒板条、鱼香茄子、福菜猪肚汤等等，每一道实实在在的内容、道地客家的风味，还有老板娘一家人的爱心，让我们吃得开心又满足，在这里吃到妈妈的味道，还有一份亲切的人情味哦。耶、哇，今天真是充实的一天了。对啊，而且从早到晚、什么都玩到了。没错，而且今天的运动量超大的哎。对，从生存游戏啊，还有到骑脚踏车啊。哇，我脚这步道生存游戏骑的都算过瘾。对 ，baby， 我今天运动量够大了吧？还算蛮大，而且你今天也吃的蛮好的、啊。哎，你吃了两餐都吃的很丰富，都是妈妈的菜。真的。今天你看我们是不是有一儿时的感觉？真的，一个是不是有回味妈妈的菜？眷村菜、客家菜，对，都是一儿时。妈妈做的菜，让吃起来充满了温暖跟幸福。非常好，今天安排这个行程有吃有玩，而且呢，来这个教会又觉得他们自己种树，然后又能够自己种花做手工肥皂，哇，这今天的这个行程我觉得是非常棒，哎，很十全十美的感觉，嗯，好不好？非常十全十美，哇，今天好不好玩？跟我们一起来，好不好玩？好不好玩？今天好玩啊，好玩，好好，那我们爱旅行，玩出好心情，下次大家一定要再跟我们一起玩哦，好不好？拜拜，让我们一起来唱一首歌，让我们哭到。一声拜拜，再见，拜拜。当你失去了梦想，亲爱的朋友，不要失望。当你失去了方向，亲爱的朋友，请你不要沮丧。就让我们停止抱怨和彷徨，一起来种下未来的希望。